《庆余年》正持续热播中，这部架空历史的电视剧刚一开播就是话题热度不断，讲述的是一个现代的病人重生到了古代，从而开始一段又一段关于平等、关于思想改变、关于阴谋的斗争。电视剧的主要人物是围绕着范闲开展的，范闲就是那一位从现代重生过来的病人，从小就被一个神秘的五竹保护，主要范闲问五竹啥问题，他都说他给忘记了。五竹是范闲母亲留下的一位大高手，而范闲的母亲叶青梅同样的也是一位穿越者，曾经这个时代创造了很多的传说，虽然一直未曾露面，却是至关重要的角色，她是庆帝唯一爱过的女人，也是庆帝亲手设计害死的。叶青梅刚来到这个时代是带了不少现代的一些东西的，比如说重狙枪，想当年那是帮助庆帝做掉了不少的对手，另外还为这个时代带来了不少的产品，比如说玻璃、肥皂等等，创造了当时最大的商号内裤。可以说如果晋国没有她叶青梅，晋国或许还比不上北齐。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奇女子，庆帝为何要将她杀死呢？第一是因为她太过神秘太厉害了，庆帝无法掌控得了她。第二则是她树立的理想是要颠覆这个时代的思想，在那种封建社会是不被统治者允许的，你们觉得呢？欢迎留言哦。